姓民众109年9月1日临时至本所报案，称他在8月31日15点在大里区铁板烧用餐的时候，不慎将皮夹留下，遭不明人士拿走，损失大概新台币8000元左右。本所依规定受理，经调阅监视器，已锁定本案嫌疑人身份，将依法侦办移送。那个嫌疑人大概是几岁的？未成年的。目前经调阅是自己去用餐。